这把壶的壶名出自一首诗，所以我给它取名叫《春桃一夜》。这是花器，因为我的师父谢曼仁大师呢，他是专门做的是花器，花器是他的代表作，我是他的徒弟，所以说我设计了一把花器壶。这把壶是我的专利作品，也是我的孤品，也曾经获过金奖。